充满了希望。他从来没有被灌输那个学得无助、学得无用，这是一个很坚强的啊父亲跟母亲。光凭这个精神，一定有好的回报。对，好的，恭喜他。当然，从他们的身上我们也看见，每一个人的人生课题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看起来轻松，看起来愉快，但是实质上呢，大概都差不多，都是如此的沉重，啊，如此的辛苦。老师在讲我吗？每个人都一样。他开公司开3家，做很好啊，但是呢，在真理追求的道路上呢，他也跌跌撞撞。那我也是啊，我好像讲起来侃侃而谈，好像真的一样。其实我也是非常需要更进一步，更多的学习，更多的成长，啊，更多的不足。但是还好，我自己知道，而且我愿意公开，我没有怕人家要认为你那个头发都白了，怎么那么多不知道？我不怕啊，啊，比较脸皮厚啊。所以每个人个性不一样，但是都有类似的人生课题需要突破，啊，需要成长，需要成就，需要进步。说来说去，追求到最后，不外乎就是一个成就成功，一个圆满圆融。我想大概是追求这个目标了。如果你达到圆满圆融了，你的心灵演化呢，就可以更上层楼。所以刚刚的朋友问，这个治病几次啊？其实没有几次哎，就好像吃饭一样，我有的人吃一碗就饱了。有人要吃一大碗才饱，有人根本人刚才吃得很饱，现在还没有胃口啊。每个人的胃纳不一样，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那牵涉的挺复杂的，身心灵三个层面，你要照顾好。如果你照顾得好，配合得好，那当然蚊子心情好。那要这个治病其实是反掌之意，这也是我在追求的，要举重若轻。我们希望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希望尽量的淡化自己的重要性。我一直在努力做这个工作，为什么？人犯的毛病不外乎就是这样子啊，通常都过度高估了自己，过度低估了别人，尤其病魔啊。我们研究疾病，研究症状。那我为什么刚才讲说啊、没有疾病的问题呀、啊？那就是一招治疗的方法，那叫心理建设。你先把心理建设好，就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就要去努力啊，看到什么程度你就过了这个关。问题就被你解决了吗？我们希望能够如此，如法而行，问题不大。还有问题吗？请说。血压不稳定。是太高还是太低呀、啊？高血压高，低血压也高。那就是太高了一点嘛。因为血压，你说血压低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心脏压力不够，供血不够。你说的是个高的高，低的高，那个是标准高血压了。你的收缩压高，你的舒张压还高，那就是真高，那叫做高人症候群。那要那个尽可能的把身心灵三个层面让它保持通畅，保持顺畅。是谁的问题啊？来，这个我来解释。啊。你的问题问题不大。你有爬山的习惯吗？没有。对呀、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在原山后山就是爬山那个有一个位置啊，去爬爬山吧。对呀、啊，让那个血管有弹性啊。爬山找蚊子。爬山抓蚊子。我先说哦，我先讲哦。能蚊子带给我帮忙，其实我是没有虫子编的。哎，我的背面有一个蚊，我干爹叫我蚊子，我说人家叫我帮忙，好难听。他说我干爹是，我刚讲过了嘛，
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是高人啊！”我说：“什么意思啊？”以前有孔子啊、孟子啊、老子啊，接待一个蚊子啊。我说：“我是高人吗？”他说：“你是个子高。”哎，个子高啊！大哥帮我讲了、啊。我在那边一个一整点呢、啊，多运动了、啊，让血管有弹性呢、啊。好了，那所以你们已经知道他的秘密基地了吧？没有，那个是我其中一个一整点呢、啊，我台东也有了。因为其实我台中，我全程跑了，我祖籍在台南安平，但是我学生在台东。哎，哦，现在那个普悠玛三个半小时就到了，你一到的时候你会不适应的、啊，哇，好远了一到了，可是你住了三天之后你不想回去的，因为我选的地方都是很棒的。因为台东很多地方 你不知道有很它很多很棒的地方啊，就说台东，我的老家就在台东。哎呦，你看我牵台东人的手的。你哪来台东？接下来已经久了。哎呦，家里山呀，有一支小雨伞。哎呦，真的会。雨季呀，往天西心肝。哎呦，你看。人到处山山带美丽的海岸。哎呦，好棒啊！是台东人，陈文成真的写这个歌很受到敬仰，我都不会。哎呦，好有缘哦！台东哪里？台东三元，然后把三元老家。三元就是那个海水浴场哎，对吧？对啊。三明八十块，你放在我们家泡汤。阿米斯汗。啊。吉尼格斯卡古。我会讲阿米斯啊。我们是快乐族。我前一阵子在东河啦冲浪。哦，我们有去玩那个什么板栗。那个保罗有没有？林伟君是我的港铁啊。后面不要讲，因为他带我去山上做坏事啊。哎呀，这么有缘呢。举手一下，请爸爸。哎呀，帅哥。你是几年次几弟弟？我60年次。哎，哇，年轻。哎呀，我是59读60的啦。哎呀，你是他东海岸三元的？哎，对啊。那郭成富是我学长啦，还有杨胜广有没有？很快跑有没有？原住民很快跑，就他们跑很快。杨忠华那个，你说那叫杨胜广。老乡见老乡，没有两眼泪汪汪。药明县有什么感觉吗？一切 OK。有软一点吗？自己有没有感觉软一点？你们什么样？其实哈、哦，像这种现象哈、哦，还有 packing， 它 packing 是需要温度，它不是秘密呀、啊，你给它温度，它就好。孩子的话，经络打几个穴位，他来你讲，你自己讲。感觉，那你调的时候感觉？感觉左手掌还是在热，然后其他就没什么感觉。因为碰左手嘛，左手而已。对。我先去喘个气啊。好。那我发问，有没有对那个能量、信息能量比较敏感的人？敏感体质的有没有？妈妈有啊，